正式退出。全民监督，正式退出。全民监督，正式退出。全民监督，请就恭喜。政治退出，全民监督，政治退出，全民众的监督。先开始啦，我是吴米乐导演庄一真，我是电影导演林俊杰，我是写诗的曾淑梅，我是响铃乐团的团长 Doris， 我是电影导演万能，我是王小弟，另外代表卢飞，我是张书记，我王龙玉，我是王苹果，我是詹平。我是美术界的陈建仁。这次行动证明我们创作者不只是关心我们自己个人的创作，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同时也关心社会的议题。我们的工会可能更需要监督啦。然后山下立法委员底下讲一寡无啥意义的代志，我嘛感觉足无奈嘛，足无力的。我们知道目前的公事并不完美，所以我们除了要求政党干预能够退出之外，我们也期待社会各界就我们创作者跟社会各界一样，期待公事改革，落实公共化，落实产业民主，落实公众监督。我们将继续督促公事朝向一个更完美的公共媒体发展。欢迎创作者郑文珍，写字的吴依宁，是一波安哲毅，今天上新大学李永泉，纪录片导演陈立贵，剧场导演郭文泰，我是李秀美，儿童媒体教育工作者，练习曲导演，陈伟，影像苏闪之。影像初学者，不对的事情就是不对，对的事情就是对的，然后我们是为了对的事情出来站出来反对不对的事情。我还是说文化创意是需要产业结合，不是需要政治介入，这样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谢谢。有政治力的这个介入，然后让他的预算开始冻结，那对于日后的公事的一个发展，那这样是会有很大的阻碍。艺文界的朋友，影像工作创作者来支援这个事情，我觉得感觉我们的心还是很火热的。抢救公共媒体大作战宣言，政治退出，全民监督，还给我们一个干净的公共媒体。我们是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文化创作者，我们用影像、音乐、文字、装置、画笔，用我们的双手和想象力去追求文化实践的创新、多元与丰富。所以我们特别能体会创作与表达自由的可贵，也特别珍惜公共媒体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累积文化资源、探求社会真实、保障弱势声音的深刻重要性，尤其在台湾当前极度贫乏又泛政治化的商业媒体环境中，我们对于公共媒体在台湾社会的文化角色具有深情的期待。这一片多元且丰富的净土不容许政治力量任意践踏。然而日前立法院却透过修改公司法钳制公共媒体的自主性，并透过冻结公共电视的预算与增加附带决议来扩大政治介入的影响力。面对政治的黑暗幽灵，我们必须
坚决地表达我们的焦虑与愤怒。我们深信公共媒体应该独立自主，不能沦为国家操弄的工具。公共媒体的节目制作者也不应处在担心触犯执政者立场的惊恐之中。为了让文化创作能够拥有独立自主多元的公共空间，我们站出来大声呼吁，立法院应该立即解冻公司的预算，停止一切不当的干预，政治力量退出公司，让公司合理运作。我们当然深知公共媒体的改革除了摒除政治力以外，公共媒体更要倾听民意与内部自省，并且需要文化界与全民的持续监督与参与。作为捍卫公共价值与创作自由的我们，将继续和所有关心媒体改革的公民提出对于公共媒体的愿景与批判，监督公司的运作，让公司真正成为人民的媒体，成为台湾文化的重要守护者。以上，谢谢。影像界站出来，艺术界站出来，音乐界蹲下来。